期我的世界剪刀片，我是解说员老皮。小伙伴们，想不想拥有一个 TNT 做的大炮呢？接下来就快进入老皮的教学时间吧，小伙伴们可要看仔细喽。好了，本期建造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小伙伴们还想看什么样的建造，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老皮。我是解说员老皮。